拜阳光灿烂加入了新的主持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哇，我真的很惊喜耶，我听到他的名字赵杰莹，所以我们一起期待麦阳光灿烂。在这里要恭喜你啦，就希望你继续把你那种特别的笑声，那种无厘头啊、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发扬光大。然后我相信，就是加上你还有两位，就是阮梅艳和林德荣大哥他们的护航，我相信新的阳光灿烂将会非常非常的好玩，还有新鲜，然后可以每一天都陪着大家很快乐的上班，还有去上学。还有一件事要说的就是，记得你不是谐星。哈哈哈，好啦好啦，我是白雨田，恭喜恭喜！天，没想到阳光帮的最新成员竟然是你，加上林德荣还有严维恩，麦阳光灿烂会更加好玩，更加好笑啊！期待你第一天上班，加油！恭喜你哦！我觉得麦的听众朋友们都会很兴奋，因为一大早可以听到你的声音，就顿时让人充满正能量。杰莹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你终于找到一个好好的平台，可以令你发挥。咁喺呢度咧，我要同你讲，就让我摆上口听你 support 你啊 ！Oh my god， 杰莹当 DJ， 恭喜恭喜！希望你接下来每天早睡早起，眼袋可以不要那么深啦。好惊喜啊！恭喜晒啦喎，杰莹当 DJ。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啦！哇，恭喜晒啦！那在这里也要恭喜你，现在又有全新的另外一个身份啦！杰莹，阳光帮新成员，既然是你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你！希望你的加入会让阳光灿烂更好玩、更开心、更欢乐，耶、！杰莹，阳光帮新成员竟然是你耶！恭喜恭喜！那其实呢，在这段期间，你的付出和你的努力，其实大家都有看在眼里哦。哇哇哇！杰莹，估唔到阳光帮嘅新成员竟然系你喎、恭喜晒喎！哇，真系咧，好耐冇喺电台嗰度听到你把声啊！知道你加入咗之后咧，真系好等你开心啊！一定要加油啊 ！Hello， 杰莹，阳光帮的新成员竟然是你，恭喜晒啊！点啊，系咪好紧张咧？不过你广东话同一样咁劲，冇问题噶啦！加油加油！杰莹，麦的阳光帮新成员竟然是你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这个确实有一个来得非常突然的一个消息。可是平时在台上台下，你已经是非常活泼，然后也是大家的开心果，绝对是可以 hold 住全场，所以。是当上 DJ 的不二人选，你的笑声也是绝对是辨识度最高的其中一位，非常期待你们的新火花。老赵赵杰莹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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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都有今日了，因为接下来你要早睡早起，身体好啦，希望有你的加入之后，阳光灿烂还有林德荣和颜美欣会变得更加好笑更加好玩。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， 恭喜恭喜，麦阳光灿烂有一个全新的面貌，更新鲜更好玩。 Hello Hello， 恭喜恭喜，麦阳光灿烂以全新面貌出发，更好玩，更新鲜。有林德荣、严维恩，还有赵杰莹陪你一起上班上课，恭喜恭喜！由林德荣、严维恩、赵杰莹所联合共同主持的《麦阳光灿烂》，全新出发，一定更新鲜、更好玩。恭喜恭喜，《麦阳光灿烂》以全新面目出发啊，更新鲜、更好玩。有林德荣啦、颜美欣啦，同埋赵杰莹陪你上课上班。恭喜由林德荣、严维恩和赵杰莹联手主持的《麦阳光灿烂》，全新出发，一定更新鲜、更好玩。